您下期再见。天天向上，与生活坏习惯大过招。不吃早餐，有肯定都有。晚上不睡觉，不睡熬到凌晨五点，经常吃外卖，还经常节食。我吃素，我是有一点管不住自己的嘴，我还低头玩手机玩游戏，要跟这个坏习惯分手。专家来问诊，这些健康常识你应该要知道。There's 7 million people every year who die from tobacco. That's the size of the city of Changsha. 天哪！猪骨汤里边钙含量其实跟我们一般的自来水没有太大的区别。女性朋友们，打好时间，3分钟；男同志2分钟。无圈求果，确实有一方面，这是真的。哦、下周晚，天天向上，做自己健康的主人，跟坏习惯分手吧。世界是你们的，也是我们的，但是归根结底是属于身体好的人的。更多精彩视频，敬请订阅湖南卫视官方 YouTube 频道。